你回来，你回来，你干啥？什么？你就啥也没看见？你给我过来！你还今天你就得看我们俩，你过来看，好吧？咋了？你俩缺观众啊？缺什么观众啊？大美，你跟他说一下。我跟你说，你解释清楚。你不用过多解释，这很正常点事儿。小黄，我跟你说哈，是这样的，刚才我想洗个澡，然后我就把赵刚子叫来了。哦，解释的有问题，提什么洗澡啊？花洒的事。哦，对，我的花洒坏了。对，你俩洗澡洗坏了？什么？我俩洗澡洗坏了？我俩没洗澡，花洒坏了。那咋坏的呀？不是，他本来就没想洗。对，后来我想洗了。后来我也没有想洗呀。哎呀，你这，不是这个跟洗澡没有什么关系，大美。你不洗澡花洒坏了吗？洗澡花洒怎么能坏呢？哎呀，你看看，不是你，这样我跟他说，不是大美，大美你别说了，你说了容易乱，你先回去，我来解释这事儿，好不好？一会儿我给你买花洒，好吧？你别忘了，我要上洗澡呢。你放心吧，你回去吧，啊。哎呀。哎呀，花小花，你看什么呀？你那个跟那个鸡爪子似的，你至于这样吗？你给我收起来！真是，你别这么神神叨叨的，我跟你解释清楚啊。他呀要洗澡，突然发现花洒坏了，让我给修一下。我一进一打开水，砰，那花洒就崩了，就这么个情况。我你还不相信吗？你修他家花洒，你敲我家门干啥呀？哎，不是。不是你打电话让我来的吗？那你怎么去他家了呢？我是先敲了你家门，我敲完你没出来，他先出来了，他截胡了，明白不？不是赵刚子，你心里有点数吗？我那么多电话打给你，你不知道我有急事儿啊？不是，你别着急，啥急事儿啊？我们家公司的新产品马上就要面试了，我急需俩模特给我拍平面照片。你需要模特，你找我干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模特，这我找你给我当模特。别开玩笑，我能当模特吗？你花钱找人家专业模特。你看你也说了，你找模特不得花钱吗？不是，是我是准备花钱，人家模特吧嫌我价钱给的低，不来。你也不看看长啥样，你知道吗，哥？一点都没有你帅，你知道吗，哥？你在我心里是最帅的男人。我对我的颜值还是有信心的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花小花，我跟你说实在话，在这一点上，你的眼睛还是很独到的，是不是？是，我给你当模特啊！啊，我可不会表演啊，就照几张照片就行。那行，那我给你照几张照片呗。谢谢，行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可是我这女模特我还没找着呢。你就来呗。我不行，就我这个，我哪能当模特啊？你可别开玩笑。是，你这个头是稍微差一点。谁呢？哎，这样，我给你找一个人，这人太合适不过了。你说，我媳妇儿，你大嫂大美玲。你唬谁呢？能不能认真想？我要那个高的、气质好的、条顺的。大个儿，大个儿，咱小区谁呢？哎，大美，哎，大美行啊，对吧？大美那个个头、那个气质、那个形象，尤其那个腿，我俩在一起合适。哎，黄小黄，黄小黄。干什么？花小花，你出来！你看你怎么说着说着就急眼了呢？来来来，你出来。赵刚子，哎，我发现你夸大美的时候特别解渴，满嘴都是口水。你看你这人，我这不是为你解决问题吗？那你要这样，你不用大美，行吧？你自己找，我不管了。就盯大美了。赵刚子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真为我考虑啊，你去说服他。说不合适的，你自己的事你跟他说呗。那我说了，他要是拒绝我了，我多尴尬呀。那我要说了，人家拒绝我，我不是也尴尬吗？至少我不尴尬呀。哎呀，不是这事，哥，我求你了，我去不，他这人不好说话，你哥，我一个单身大龄女青年，我只身起一片事业。你知道我有多难吗？是，我知道。你知道我的压力有多大吗？哎呀呀呀呀呀！这怎么抖起来了呢？根本就不
个小黄，小黄，小黄，你别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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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受不了这个。行了，你甭管了，这事哥给你办了，哥给你办。谢谢。没事，你回去吧，等好消息。哦，你放心吧，我这一辈子我就见不得女人哭，我知道这是我的软肋。大美，花洒买来了？哎呀，还没去买呢。哎，来，大美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。啊。刚才黄小黄提出来啊，说让咱们两个人给他拍两张照片。让咱俩拍照片？啊。啥意思？他要要挟咱俩呀？不是，要挟什么呀？人家邀请咱俩。是这样的，他呢有个新产品要上市，需要两个平面模特，一男一女，就希望咱俩来。啊，觉得你好，你放心啊，大美，到时候这个照片一拍完以后，广告一打出来，你到时候你就看吧，大街上啊，商场啊，这边都挂着你的照片。我觉得这里边有点问题啊，这么好的事儿，他自己咋不干呢？他找我，他有自知之明，他那个条件你又不是不知道，那么那个头，啊，那形象，那腿，这吧，那跟你这没法比，你说呢？真的，他头一回这么有自知之明，是是是是。哎，是你说是公交车、地铁都得挂照片是吗？都挂，高速公路上也挂。我这忙我帮到了，这活我接了。你火速飞毛腿，快点，全速前进买花洒，我要洗澡。不不不，等会儿，大美，你过来。咋的？买花洒是来不及了，你现在不用洗澡，你现在正好，你要再洗澡，你就容易太漂亮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你看多青春，对吧？天然去雕饰。最好了，我那这样吧，你总得允许我非常简单的普通的化个小淡妆，怎么样？可以，我等着你。小淡妆，马上来，我马上就来啊！马上啊！哎哎，半分钟啊！搞定没？解放邻居们，我跟你们说，男人就是要帮助女人，对吧？我聪明不聪明？就我这智商，切！哥，哎，大美姐呢？搞定了。化个淡妆，马上出来报道，马上把他弄回去。那个叔，哎，你靠这边坐。哎，啊、我真行，啊、真行，水啊、行行行，你喝点。你忙你的，你忙你的。哎呀，四叔，这老头站坑来了。嗯，抱歉，我告诉你，我不跟你处了，你把拐还我。不就钱吗？来，我把钱给你。这钱我不要了。啥意思啊？那真的。你帮我个忙，你就说你是小米粒对象，让你老头子死了这条心行不行？哎呀，对不起，我帮不了。以后你到这吃饭，我请。那你就看我演的有多好就完了。上旁边的。咋的？啊？来半天了也没个人招待呀？我今天包场。哎呀，哎呀呀呀呀呀！方总。不好意思啊，你也包场啊，怠慢了，怠慢了啊。那你不说等小米粒来了再点吗？等啥小米粒啊？我家的事儿我做不了主吗？毕竟今天我也要向小米粒求婚了。向谁？向小米粒婚。啊，王小倩，刚才我给你拿那一克拉的钻戒，你给我收好了，我一个暗号，你给我拿出来。放心吧，方总。服务员，服务员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哎，来，那个他也包场啊？不不不，你别提包场这事。嗯，他刚才说跟谁求婚？小米粒儿，他是小米粒男朋友。不能吧？这我咋不知道呢？凭啥让你知道？你又不是小米粒他爹。哎、你这孩子话说的，你小伙子，小伙子，哎，叔叔，你能不能过来咱俩聊会儿？聊聊倒行，你过来呗。不是你这年轻人，你看你叔这腿脚，谁过来比较合适呢？这话让你说的，整的我这像好腿似的。那你腿好使不？我利索。拼个桌呗，拼拼，哎，拼拼桌行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！你说这小伙子年轻轻的，你这腿咋整的呀？喝酒干痛风了。这虎啊，痛风了还喝酒？这咋整的？我这腿是咋整的呢？嗯，
是这样说，嗯，我前几天呢，嗯，跟几个生意的合作伙伴哦，一起去打高尔夫球，嗯，一不小心让人一杆子给干腿上了。那你这级别也不够啊，叔，你的腿咋整的？叔也打高尔夫球，一不留神一杆子干自己腿上了。那是俩杆的事儿啊，你比我厉害，你俩都头子，你俩。先别扯腿的事儿，我问问你啊。你真是小美丽儿她对象啊？啊，就是她对象啊，这事儿还能有假吗？是吧？人家都走半天了，咱也不来追呢。忘追了，一会儿追。干啥？小事啊，正和田笨笨他爸谈买卖呢。哎，我这，你别老看那儿，咱俩接着唠。啊，你俩真是对象？是对象啊。是我对象，是啊，那就是啥时候处上的？啥时候？就是说我追求了很长时间，嗯，正式确立关系是在昨天，是吧？对，昨天，昨天。这事儿对外说啥呀？怪不好意思。看来这是全知道了，这是。那我今儿白来了。白来啥意思啊？给小四介绍对象，他没干，是吗？对，对，叔，你今天确实白来了啊，因为我有对象了，我心里除了他谁也装不下呀，是吧？谁也装不下，谁也装不下。你这么说的，人家还怪不好意思的。那你们聊吧，我先走了。你因为啥喜欢住毛坯房呢？我买这不是为了住的，我另有用途。不，你干啥呀你啊？干啥啊？从我这造型上看不出来吗？你这还真蒙住了，看不出来。行，那我就跟你表演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技术啊。啊。Rocky， 嗯 ，Rocky， 可以 ，OK， 知道了吧？不知道。你干啥的？摇滚歌手，我是个艺术家。哦，妹妹，你是个音乐创作者。对喽。哦、我买你们这儿啊，我是为了改成我的排练厅。你要把这儿改成排练厅啊？对呀。哎呀，怎么样？这我没想到。行，来，妹妹，哎，合同拟好了，小姐啊，我跟大哥我已经谈好了啊，这个地方啊，我买下来40万啊。啊，我现在就交钱，咱下午就办过户，过全款啊，必须的。行，我没问题。老公，事儿办怎么样了？等会儿，你是他媳妇儿啊？那他是谁呀？哎，哦哦，哪儿呢？哦、中介。啊，哦，在哪儿呢？没看见呢。可、啊、进屋了，我刚才看着，咔爬进屋。哦，什么玩意儿？哦。什么毛病？行了，我媳妇儿也回来了，全家人到齐了，来坐下吧、啊，我们谈一谈房子的事儿。哎呀，媳妇儿啊，那个给你介绍一下啊，你肯定还蒙着呢 啊。这位妹妹要买咱们家的房。谁？这位妹妹买咱们家的房啊？哎，她是一位摇滚音乐的创作者啊，要把咱们家改成这个创作室。啊、我明白了，明白了吧？哎呀，哎，妹妹，你看你一来吧，就让我们这个小区的业余文化生活一下就丰富起来了。那个打我一进门啊，我就看着你身上有一股，艺术家的那种气质。哎呀，我们这个小区别的不行，对，就这个文化这个氛围啊，是特别浓的。那老好了啊！你就说这栋楼里哈，那个左边呢是一个钢琴家，对，张老师，啊、那是蹦蹦吧，蹦蹦吧，蹦蹦吧。还有这个右边住的是小提琴家胡老师，听没听出点二胡的感觉？还有就是我们家楼下的小米粒子了，哎、那歌声犹如天籁。对了，还有咱楼上那个小李是吧？对，跳踢踏舞的、嗯，那舞跳的，我们经常能在楼下的草窠子里找到他的鞋。哎呀，哎呀，你要是来了，咱们小区那个文化生活，哎呀，可就火热了。回头咱们组织一个大型的交响乐团开始表演。蹦蹦蹦，就这样被你
征服。就这样为你征服。就这样为你征服。我看谁敢不服。耶！停！爸，咱们家怎么了？这是楼上漏了。漏了。嗯。刘经理啊，你什么活都别接了，我接着活了啊！你等我消息。哎呦妈呀，漏得好，漏得妙，漏得呱呱叫！哎呀，这可太好了！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哎呀，这可太好了！哎呀，我的妈！这，你把地下泼水，这地板不都沤烂了吗？对呀、啊，地板不沤烂了，谁赔咱钱呢？哎呀，这可太好了！哎呀，你看看啊。你看这壁纸，这都泡烂了，这得换呢。嚯，这地毯、这地板，哎呀，这全完了，这都得换呢。哎呦，这沙发哟，这沙发明天就得长毛啊。哎呀，这得换呢，换真皮的啊。哎呀，我算了算，怎么也得20万呢。不是，你要重新装修啊？哎呦，爸呀，呵呵，咱这房子首付，哎，这房子首付谁付的？我就后悔了，档次太低，我早就憋着劲要重新装修呢。你要给装修？对呀，我出钱，你放心。你把欠我那7块钱先给我。你跟我要什么钱呢？我不用咱家出钱。那谁说？谁把咱家泡了？谁漏水了？谁赔钱呢？那楼上小黄他们家呗。谁？小黄。哎呦，小黄他们家那可太好了，小黄他有钱呢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要再泡一会儿可不止20万。嗯，哎，怎么不漏了？不是，我刚才给你大姐夫打电话了，可能他上去给修好了。哎呦，你给他打什么电话呀？他就是个傻子。哎呀，哎，回来了。哎，我说谁傻子呀？你。你就是个傻子，我问你干嘛去了？不是，楼上家小黄漏水，我去把水闸给他关了。啊，小黄回来了？没回来呀？没回来，你怎么进的他家呀？没办法，我把他门给他撬开了。你把人家门撬开了？啊，哎呦，你可坏了我的大事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把水都漏到咱家来了。啊，我打算要装修一下，这最少得20万，这可倒好，还没泡透呢。哎，他不是还没回来吗？没回来呢。赶紧，你去他家把房门再打开，咱再泡会儿。啊！你缺德不缺德呀你？我缺德？赵刚子，我不是吓唬你啊！你撬人家门，你那是非法入宅；你撬人家门，你就是窥探人家隐私；你撬人家门，你让我损失了10万块钱。哎，等等，怎么你还损失10万块钱呢？他漏水，他全责。本来是20万，现在还没泡透呢。钱顺风，你损不损？我损。小黄是什么人呢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你等着吧，等着他回来，你撬人家门，吃不了兜着走。赵刚子，兜着去。